哋感恩係咩咧？咁因為喺三月底嘅時候咧，我哋正式簽署咗嗰個買賣嘅合約。咁啊嚟緊嘅時候咧，我哋會搬翻去咧，我哋嚟嘅地方由邊度嚟就去邊度啦，係咪？我哋十二年前咧，其實係喺十三年噶，係喺友聯大廈嗰度咧開始我哋教會工作。咁嚟緊咧，我哋會翻去友聯大廈嘅二字樓。咁喺嗰度咧，我哋買咗兩個單位，但面積咧雖然有所減少。但是呢其實成教最重要的資產，成教最重要的東西其實就不是那個地方，而是在座你們一班呢一路跟成教這麼多年一起合作來幫我們手的人。同心齊飛 Let's be Fable。 同心齊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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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心齊飛 ，Let's be free。同心齊飛 ，Let's be faithful。請積極支持我哋嘅福音工作。